大家早啊！现在是一月二十七号星期三，早晨六点现在多少了？六点四十了。天比较亮，我都没有开灯。外面好冷啊！嗯，打抖。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了哪些值得一提的新闻啊？其实没有这么大事情啊，没有什么大事情呢，就挖一些稍微稍微能看得入眼的一些边角料新闻来读一下啊。 这个昨天这个参议院投票啊，嗯、呃，否决了一项动议啊。这个动议呢，就是要求宣布对前总统川普的卸任后的这个弹劾审判是违宪的啊。结果呢，这一条动议被否决了啊。嗯，投票比例是五十五比四十五啊。说这个不违宪。嗯、呃，我昨天的新闻，昨昨天我就评论过了啊。这个一加一等于二啊。 然后呢？投个票啊，反对一加一等于二呵呵，这明显是违宪嘛，是吧？规定对总统的弹劾肯定是现总统嘛，对不对？肯定不是前总统的弹劾嘛，啊，这是常识问题啊。嗯、呃，荒谬，嗯。但是你也没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掌握的权力。嗯、呃，然后这个是有知情人士称啊，这个叫美港电讯。 字节跳动啊，就是那个抖音呢，去年的收入增长了一倍多啊。嗯，关于这个，我想录，我想专门录个节目来说一下啊。这个抖音，类似于抖音啊、快手啊这些垃圾精神鸦片啊，这些降低人的智商、消磨人的意志的这种东西越发达啊，那人类的这个两极分化啊，底层人的这个。 退化速度，一部分人在进化，另一部分人在退化，退化速度就会加剧啊。那人类这个阶级固化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情况呢，就会更加严重啊。这是我的判断。嗯，呃、现在先不聊这个了。Sean Hannity 啊，这个是福克斯新闻的一个王牌主持了。The end，结束了啊。All border w a r construction stops tonight. 今天晚上啊，所有的边境墙建设全部停止。川普的边境墙建设全部停止，这道物理上的边境墙全部全部停止。嗯，其实，其实在这个美美墨边境沿着边境线建边境墙，嗯，固然是一个措施之一啊，只能说措施措措施措施之一。 即便没有这个边境墙，你要打击非法移民，也还是很也还是很简单的、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方法的，这只是一个方法之一。所以呢，有没有这道墙，我觉得有有没有这个这个有形的墙，还是看你有没有决心哈、啊。你的决心要打击非法移民的话，我不用墙你也进不来啊。我我我我也可以用电子墙啊啊，我也可以抓到以后立马遣返定罪啊，然后呢严严肃对待就就就可以了啊。 其实这道墙不建，我也不觉得会怎么样、啊。当然建可能在物理上、物理上更好一点，看起来更好一点。嗯，再来看一道新闻，《美国之音》的新闻里面，其中有一条：从周二起，是今天吧，所有搭乘航班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必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嗯，我来美国的时候没有要求我出具这个阴性证明啊。虽然我有阴性证明，但是他没有看啊。所以现在是所有搭乘航班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必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证明。好了，这就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值得一提的，发了一下哈，其他都是些废话啊，其他其他不值得一提。好了，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Have a nice day. Bye bye.